那今天这个议题其实也是因为资策会科法所在执行品牌计划从。 一百零一年开始，其实我们一路以来也发现，其实企业在呃发展品牌的时候，也常常会忽略到智慧产权的一些风险哦。也就是品牌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可是法律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哦。那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个讲题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呃用这张来破题，想说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到底品牌跟制裁之间有什么关系哦。 那第一个，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我不晓得如果有童年回忆的，会不会都會记得这个快打旋风哦？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其实它是非常的呃，在网络上是非常热烈在讨论的、哦。那讨论的第一个点，当然是大家就想说，哇，终于有一个新的一代出来了。但是接着就也有人在讲说，嗯，他们的商标、他们的 logo 怎么好像抄袭别人的、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呃。 右下角的这边其实有两个商标哦，那上面其实就是快打旋风第六代的一个 logo 的内容，那下面这个呢，其实就是大家说好像被抄袭的厂商哦，其实我们台湾的顺发电脑厂商，那。 为什么会被认为说很像呢？其实大家其实也不用仔细的去看，单纯的用这样子，乍看就会发现，其实都是六角形的图案，然后是黑色的底。那所以其实这在品牌发展过程里面，其实就引起很大的回响。大家就认为说，哎，日本一个这么大的厂商，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仿冒或是抄袭的一个状况哦。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品牌发展其实是涉及非常多法律风险的。那其中一块呢，就是跟商标最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三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商标可能会有的风险哦。 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其实企业你要打品牌，一定会有品牌 logo，一定会有品牌设计。那在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听到企业说：“我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力，甚至找到很好的顾问公司帮我设计品牌，但是为什么我去智慧局申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商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例子哦。 那这个例子呢，其实是王品集团的他们之前推出的台菜餐厅哦。他们一定想说，哎，其实这个餐厅名称其实“风和日丽”听起来很好听。那再加上，其实他们之前还办了记者会。那我不知道眼尖的网友会不会发现，就是之前呢，他们其实是叫“风和日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去吃这家台菜餐厅，他们已经改成右边这个图案，改成“风和”两个字喽。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当初在申请注册商标的时候，发现，哎、欸，为什么智慧局说我跟别人一样啊？说我跟别人近似，那么一查才发现，其实在二零一七年哦、喔，就是比他们更早期。 这边就是左边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那时候就有一家叫做“风和日丽”的锅店，它其实也是餐厅哦，就被认为说，诶，其实这个“风和日丽”跟你们后来王品成立的“风和日丽”是非常近似的、哦、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们后来斥资了百万，把所有“风和日丽”相关的，不管是招牌啊，甚至是餐具啊、杯子等等的，都去做了更换哦。那讲到这边，可能企业会觉得说这。 概念很简单啊，我当然知道商标不能跟别人一样哦。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企业其实都还是会有这个误区，那原因是因为企业常常都会跟我们说：“哎、欸，这明明是我自己申请的，或是这明明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字。” 那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那这边其实就想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不管是你自己想的，或是管顾业者帮你想的，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是，其实商标申请注册就是看谁先申请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想出来一个名字，但你发现其实别人已经申请了，其实就是不能用的、哦。所以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那第二个，我相信大家也会问一个问题哦。 但是我也知道不能跟别人一样啊，但我就觉得长得不一样啊。那其实这也是第二个误区，就是蛮多企业过往其实也都会跟我们说，哎，我觉得名字就不一样，那为什么智慧局不让我过呢？其实从这个案例里面，大家也可以发现哦，风和日丽，如果就一般厂商的观感，可能会觉得。 两个字不一样啊，四个字里面就有两个字不一样了。但是其实商标法上所谓的近似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像别人的商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不用一模一样，它可能是读音或是长得很像，或是它的概念很像，其实都有可能会认为是商标近似的、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先让大家参考。那在品牌识别设计阶段，还会遇到什么状况呢？ 那这个是就是呃一个也是最近几年前的例子了、哦。那大家可以先不看文字，单纯就看这三个字“冰霸杯”，大家会想到的是品牌名称，会觉得它是特别哪一个厂商做的牌子，还是大家觉得这其实就是代表一个胖胖的杯子，然后它可以保冰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是后者。那这个。 案子呢，它其实就是从这边可以衍生出来的重点是，其实企业在命名的阶段，我我理解，其实很多行销沟通的部门的同仁也都会认为，他们取的名字一定要让企业好，呃，让消费者好懂，那最好是把自己产品或是服务的特性去显现出来哦。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可能就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的呃形容词的方式或是。 去强调你产品或服务的一些特性，反而很容易被智慧局这边认为说这已经是一个通用的名称。就像我们这边讲的冰霸杯的一个例子哦，因为其实冰霸杯大家现在想到的都是一个胖胖的杯子，上面宽宽的，下面窄窄的，然后可以保冰的作用哦，它很难被联想成一个品牌。所以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在更早期其实有一个案子也是哦，那时候有一个业者。 他就是自己认为说他的那个旺仔鸡很特别，那他也觉得他是第一个叫自己的这个鸡叫做旺仔鸡的，但是，一样大家想一件事情。 旺仔鸡其实，在业界大家都拿来认为，它其实只是一种做鸡的方式了，就是烹调鸡的方式。其实它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品牌哦。好，那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品牌识别设计第二个部分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品牌命名的阶段，可能要留意，可能不要是通用的名称，或是流行语。流行语可能大家去年可能会比较有感。 呃，我们的部长陈，呃，那个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那时候因为呃很红嘛，因为防疫的关系是防疫英雄，那时候就有呃人发现“瞬时钟”这个点非常的有趣，那就去申请注册了商标。那当然我们就说，流行语这种没有办法去识别出商标的特性，它没有办法去识别出品牌的，其实基本上是非常难注册成功的、哦。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第二个阶段哦。 那第二个阶段呢，是讲你今天已经有品牌的识别了，也就是你今天有个品牌 logo 了。那你要进军市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呢？第一个是这个案子哦，就是你没有及时注册，被人家抢先注册了。好，那这个案子其实是呃，不要对我尖叫，是一个手摇的呃饮料店。 那其实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艺人纷纷都非常喜欢开自己的饮料店嘛。那这一家其实是黑社会美眉丫头之前投资的一家店哦、喔。那它在二零一六年就成立了。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哦、喔，就是在二零一六年成立之后呢，他们因为越来越火红，就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去申请了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商标。那在台湾注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顺利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没想太多，想说，哎，中国大陆应该很快就可以注册成功哦、喔。 但是呢，没多久他们就收到了一个噩耗。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个红色的框哦，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在2016年成立，距离他们2018年申请之前，竟然半路杀出了一家管理公司，在2017年11月就注册了这个“不要对我尖叫”的相关的一系列的商标哦。好，所以这也造成就是其实“不要对我尖叫”这一家台湾的。 手摇饮料呢，后来只好在中国大陆不能用这几个名字，他们只能用他们现在这个图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案哦，去做申请。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 呃，在品牌市场拓展，我们常常会看到企业都会说：“我想要先试试水温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商标到底呃红不红，或是我品牌打不打得出去。”但这边想提醒大家的是，其实申请一个商标的案子，比如说在台湾，大概一万台币以内，其实就可以搞定。那在中国大陆，可能也就是两万到三万台币以内，其实原则上其实就可以取得商标哦。那不要等到就是呃你品牌红了，然后最被最后被抢注。 了，那这些商标蟑螂呢？最后再来大狮子大开口哦、喔。那目前其实公开的个案里面最经典的，大概应该也就是苹果的 iPad 的那个商标。它这是公开的资讯可以讲哦、喔。他们最后是透过呃和解的方式，用六千万美元买回 iPad 这个商标哦、喔。对，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就是相关的品牌企业在发展的阶段，可能要留意这个事项。 那再第二个，也有很多企业过往也会跟我们说，嗯，我明明就有申请商标，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对抗一些山寨啊？那想了半天，他们才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在品牌的这个市场拓展阶段，其实不只是台湾，可能大家都会想要去各国发展。那商标有个特性，其实跟专利一样的，就是你在哪里想要受到保护，你就要在那个国家去申请注册商标哦。 那所以其实非常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我明明就有申请商标，最后山寨还无法解决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个案。那这个其实是日本的品牌，就是 MUJI。那它其实是有概念的，它非常早在一九九九年开始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表哦，它其实就开始陆续申请了还蛮多的商标。但是呢，就是在申请商标申请了这么多。 个呃，快要两百件商标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事情。 为什么还是被告了？那一看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商标这边先给大家一个呃简单的概念，商标跟专利不同哦。商标就是有一到四十五个类别，也就是你今天要申请注册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明确的讲出来，你要把你的商标用在什么产品或是服务上。比如说我要用在衣服上，那我就要去申请注册第二十五类哦。好，那木具其实自己也知道，它会多角化经营，所以呢，它不管是在 包包类，或是在相关的服饰类，还有化妆品类，其实都是有申请的、哦。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类别，它其实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是没有申请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红点的地方哦，就是床单呐、啊、毛毯啊、浴巾这边，他们当时是没有去申请注册商标的、哦。那已经被另一家叫做无印良品的这一家 Natural Mill。 这边呃，这一家公司抢注了商标，所以最后反过来反而你知道，大家都开玩笑说正牌被冒牌告，而且还侵权。法院呃，在法院这边还终审判决，判定原本的这家日本木具反而是侵权的、哦。所以这边就是在市场拓展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 你去不同的市场就应该在不同市场去布局，而且如果今天你有多角化经营的需求，你也要记得你在注册类别上要记得去做留意哦。 那在最后一个，就是也呃呼应一下刚刚，剛剛其实有呃品牌管顾公司有提到，现在就是元宇宙非常的夯哦，没错。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要进军的已经是虚拟的市场，也要特别留意商标的注册跟保护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边其实像麦当劳，他现在就认为他的虚拟餐厅啊，或是虚拟音乐会，都是他非常重要将来想要发展的部分，所以他们其实也都纷纷已经申请注册商标了。好，那在第二个。 风险讲完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风险。那最后一个风险呢，是当你已经有品牌识别，也就是你花了一些钱、花了时间，命名完成了，接着你会到市场去做相关的拓展。那开始一定就要跟很多的客户或者是消费者去做行销沟通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首先呢，在这个案子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就是红框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当初这家小学管及音社它申请注册的商标哦。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商标哦，它把中文、英文、日文，然后还有这个图案，全部一起拿来注册哦。 那注册之后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如果尤其是品牌行销的人，可能会因为你今天的产品属性，或是你觉得一些特色，甚至是版面的关系，所以最后没有办法这样子使用你原本的注册商标。所以后来呢，他们在平板电脑上，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他就把原本左边的样式改成右边的样式哦、喔。那我相信大家一看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注册的样子跟实际使用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喔。 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会觉得，哎，我都已经拿到商标了，这商标是我自己的，付钱的、啊。那为什么你还要管我这么多？但是其实，在商标法上，它的概念是这样的，因为它认为说，商标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对外行销，去使用，那希望让消费者他其实是有一致性的印象的、哦。 那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今天你注册的样式跟实际使用的样式不一致，其实是会有可能有相关风险的、哦。所以这边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就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最后商标就被废止掉了。那其实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你好不容易花了钱、花了时间去经营哦。那下面这个就是他们因为被废止掉之后，确实他们赶紧又重新申请了商标，因为他们这次知道说，哦，我实际要怎么使用就应该怎么去注册哦。 那我注册完也应该要用使用一样的样式哦、喔，所以这個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会觉得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过往其实这十年的过程里面，蛮多企业都会说，哎呦，这个品牌我就是非常的熟悉啦。我们有 CIS，就是我企业识别系统。那顾问也都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什么底色可以用，然后什么样子，然后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哦、喔。 但是，其实，在品牌的概念上的呃 CI，其实跟商标法上使用一致性的这个概念，实际是不一样的、哦。就是这边只是想提醒大家，其实也许在行销过程里面，呃可能因为美感的关系，当然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配色、不同的调色，甚至样式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商标法上的规定上，原则上必须要让消费者感觉到是是同一个商标才可以的、哦。所以这是最后一个重点，去提醒大家。 那在讲完就是呃这三个阶段发生的五个案例，大家可能想说你都抛出问题，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哦？要怎么解？那所以这边其实，在品牌计划这边一直都有一个制裁的分享，有一个辅导的资源。其实在，在呃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哦，就是我们其实把。 刚刚前面三个阶段的风险转换成三个阶段的一个辅导的一个重点。那比如说在企业第一个阶段，你可能今天还在花很多时间去想你的命名要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协助的部分就是至少去提醒，或是说呃避免不要花了很多钱时间，你取得的呃识别样式，最后反而其实没有办法申请注册商标哦。 那第二个阶段就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的品牌好不容易可以行销国际了，那也知名度可以打开了，那千万要记得去做商标的布局保护哦，不要走冤枉路，就是被抢先注册了商标。那再来第三个阶段，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哦，就是你已经有品牌，而且你已经到了海外市场，那在行销宣传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不要今天因为有不同的行销需求样式，就刻意把注册的商标做了调整哦。 好，那所以就是呃，我们在这个计划辅导资源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因应企业它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需求，去提供客制化的辅导方案。那下面其实只是呃几家厂商的特别举例而已。那这边其实只是想要让在。 线上的嘉宾可以了解到說，说其实不管是 B to B 或是 B to C 的企业，其实在品牌发展阶段，其实都会有一些商标的问题的。那不管是产业别也是哦，不管是工具机或是呃电子仪器产品，甚至到纺织产品，或是我们十一住行都会遇到的产品。 产业别其实也都会有品牌发展可能的商标风险哦。那今天这样的演讲也希望就是至少让大家记得在这三个阶段的五个案例的风险，那可以去留意跟提醒。那右下角呢是呃自测科法所单位的一个连接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再找我们联系。那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绽放全球。